多可爱，跌倒后会傻笑，就再站起来。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，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。很安心，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，放着让我来，勇敢追自己的梦想，那坚定的模样。
很多事情都附带治愈的能量，比如美食、宠物、好风景，还有一直陪在身边的你们。现在跳吗？跳。你还戴个眼镜啊？啊，对啊，我害怕呀。这边走。好，小谷。停三秒再走。停三秒。好，走。小谷像个算命的就出来了。他都混进去了。参加什么活动啊什么的，我都会很紧张。那本身我就很怯场的一个人，我又很没自信，那我就需要戴一个眼镜来掩饰自己的不淡定。好，可以了，不要再往前了。对，差不多这样。啊，两个人的时候就可以放松一点，可以笑，可以跟周围打招呼都没关系啊。滑不了，我不会。我好紧张啊。过年真情意，就送好想你。